没有想到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动作上面，也是大家在舞台上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作品上面。我觉得大家在彩排的时候都蛮用心的，认真练习了蛮久的，舞台也会呈现得越来越好。OK。我看到挺酷的，大家都是有才的人，就我觉得就像我一样有才的人就有一群有才的粉丝，我觉得大家都是相互应的，我觉得对。然后我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，他们也可以创作出这么好的首诗。像烟火